的一般的幻想落下在10万块，或是它的操作复杂需要受过专业训练。那我们这个呢，其实落下大概在2000块左右，然后只要简易操作，只要会打气、会加水、会瞄准，然后按快，只要按下去，它就可以发射出去。你可以实际操作一下吗？可以。那因为场地的空间大，表现之后我们今天不加水，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直接操作。那这个呢，只要用一般的打气筒就可以。那我们也结合这个现代化空气场地打气机，可以丢。所以我们只要打气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降力阀，我们只要把这个线呢加上去，打到最暗之后啊，我们再把水箱拉过去，我们就可以把需要的一些装备啊拉到最暗，或是把人从最暗拉到辅助的方向。水的重量来算吗？不是，没有，我们只要把这个水线这种钓鱼线打过去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主线从正面拉。对，那我们这个打的时候就要这样释放这个，然后把这个打摄影师那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先拍照，然后只要把这个打放开之后，只要瞄准，它可以这样拉出去。然后把再把线挂在正上面，由对面的把主线拉过去之后就可以走了。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这样正常拉回去。那破折号的话，是我们自己的专利品做，这是我们用自己的方法，然后结合到现代化花园的那种快洒头，就是花洒的那种快接头，这样我们可以把水跟空气进行储存。让小孩在玩的时候，我只要把水，然后空气打好之后，我自己拿着一个纸袋，我就可以排队，然后这样子。那它除了这个特点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结合就是其他不同的模组，像是我们说我们的抛绳枪啊，我们的破解套，那我们这边还有我们的连发的，或是到我们近年的这个乌克兰战争中拿来做反坦克飞弹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研发。阿皮拉斯。这边也有那个打飞机用的电磁飞弹。那其实他只要用这个，他都可以进行游玩。都是水火箭概念。对，都是水火箭概念。我们在打好空气，加好水，然后打空气。暗放，下方快点发来，来三，先灭敌军的，先灭敌军的。